纪品，好可爱。这是这间店的限定，哇，上面是虾子哦，下面是一个洛梨耶。日本酱寿司跟台湾有点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个酱油底，然后他们就其实是用这个直接一起上去。这个是日本的年菜 set， 太可爱了吧。今天来到元素的居然是对，主要是因为这间店铺它有自己用做口味的那个继续，而且它这一间店做的非常的很 IG 网美，一定会来打卡的那种感觉。然后观众也有这种来看，这种来看一下哦，看我们哇，好美哦！来的这位客人们，看嘛。你如果是用网络预约的话，进来一定要先按这个网络预约，如果是店里面的话就是按这边。我们刚刚有网络预约，但是我忘记按这个，所以就过号。我们是664号，刚过号。然后就是他如果等到号码的话，你要在这边再按一个确认，确认之后拿单子才能进去。我们进来了，31号在哪里？找一下，这边有号码31，然后这边就是号码，我们要去找一下我们的号码在哪里。这边有31，所以我们的话是。这边是我们的座位，可以进去哦。哇，好酷哦！它都有这个帘子哎。我们进来了。哦，而且它的八甲长不一样哎，你看它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里面这次是什么哈、哦，很美哎。你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装潢。这个是最漂亮的藏寿司，日本最漂亮的藏寿司店。它一样也是用这个来住哎，来点餐吧。都告诉你桌子中间有那些酱油类的东西，它都藏在桌子底下。看这边也是，然后这边有那个过年的，哇哦。然后这个是 Crave 元素店限定的甜点，而且它是有包寿司的耶，好酷哦。你看。就是你要不要玩扭蛋？还有人选不要吗？要吧。要吧。怎么可能不玩扭蛋？拉古的金线，还有蛋糕类的，这边都甜点的。它还有煎饼，好可爱。这个是这间店的限定，哎，上面是虾子哦。下面是一个洛梨耶。日本酱寿司跟台湾有点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个酱油底，然后他们就其实是用这个直接一起上去。这个是日本的年菜 set， 太可爱了吧。还有一些台湾没有的，像这个是元素限定的，这个也都是过年的时候限定，超级可爱的庆饼跟兔子的花果，因为今年兔年嘛。那我们要来尝尝看这边的寿司味道怎么样？跟台湾一样吗？跟台湾一样吗？这边的饭好像比较少一点。嗯，对。而且我觉得它的寿司饭好像比较酸一点的话，来吃这一道看看。这上面虾虾给你好不好？虾虾沙拉，然后它下面是配那个饭，它再把它放在洛梨中间那个洞里面的饭。你看一下，它是这样。来了来了。这个也是吗？哦，这个也是元素店的限定。它这个醋饭真的是比台湾要酸一些，它这下面是整个洛梨，半个洛梨满满的，好特别的洛梨寿司。好吃耶。今天要吃看这个，它是虾子跟鲑鱼卵。好吃吗？好吃啊。洛梨加酱油会有生鱼片的味道。好像有，但是还是洛梨。盘子跟台湾盘子比较不一样，生要加纳豆，台湾就不会有这样的菜单，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敢吃这两样东西。我超爱的生要纳豆。这鱼放的超级多哎、欸，还有虾的洛梨耶，洛梨虾虾，好特别。这个是尾鱼的那个皮边肉，但是它很好吃，没有骨头。很嫩对不对？超级嫩对不对？好吃吗？
像日本章寿司，它中间你看会有一个隔板，就比较不会在意对面的客人。这是什么桃太郎的礼物都被抽完了，好多 avocado 呢。这这个看起来很好吃。我要吃这家日本的年菜，有香菇。我有订日本年菜哦，所以要先习惯一下。而且日本的年菜是要一次吃三天，初一吃到初三的，为了就是要让妈妈休息。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初一到初三不可以动火，他会动到那个什么厨房的神，所以他们就是说你要事先准备好。这个我们会拍在另外一期讲解日本的过年。给大家介绍，如果没东西怎么办？吃泡面。所以你要先准备啊，然后那个不能加热水。12月31号是要吃荞麦面，是过年荞麦这样子。那这个应该是为什么那香菇有花生味？有花生味吗？香菇有花生味。下面是什么花生？这个是那个高野豆腐，它有点像是那种干燥豆腐，然后泡下去水之后它就会胀起来。它这吃起来应该会像是那个冻豆腐的口感。吸满了汤汁，而且是很甜的那种汤。然后年菜一定会有啊，你看它是兔子，哎，这个是兔子，它是一只兔兔，你要吗？好可爱哦。这是什么？不知道，它就是兔兔。然后它日本年菜里面一定会有的卡玛波勾鱼板，两种颜色的鱼板，它就是一个迷你小年菜的感觉。鱼板好吃吗？好吃，好吃啊，两种颜色，它口味吃起来应该都一样。然后这个兔子是红心帝王，这是南瓜，好像每一道菜都有意义，过年一定要吃的，就像台湾说什么吃什么年年有余啊什么的，所以就都会有那些东西。年年有虾，年年有虾，对，所以年菜一定会吃到的几样东西。然后这间店的特色就是现做的可丽饼，因为元素嘛就会有可丽饼，那我们点一个咸的三猛气质的，对，你要不要一人一个？然后你点一西哥好不好？一西哥苦练的一个作文。因为是元素限定，所以一定要点一下。是机器吃的，机器自动做。哇，它这个板子热，它已经开始有泡泡了。真的正体已经出来了，我刚以为是热狗，原来是螃蟹的，是蟹肉棒啊，蟹肉棒，好吃吗？蟹肉棒，我还吃肉饭了，这个是塔拉果，就是类似明太子的一种东西，煮一个蛋，不会很咸的，通常这种有的都会吃咸，它不会。我们来吃和果子哦，德式庆饼的，跟你干杯，是吧？我预计它会跟那个什么 BD21吃起来很像，因为它是和果子，里面应该是红豆之类的，是什么口味？还没吃到。哦，红豆啦，很甜吧？这种的都是超甜，要配茶点。芋头吧？芋头吗？那我要吃我的庆饼看看。嗯，我觉得是红豆，不是芋豆。39吗？39.7。耶，你看，我爱吧。哇，干杯！耶，完美的 ending 吗？有没有完美的收尾？真完美。嗯，你就看我吃，我的好酸酸甜甜。哇，你要吃那个绿绿的，你吃那绿的是什么？绿绿的，你吃看看。就吃绿色的，脆脆的，好像是那个坚果吧？不是，是那个一个小小这个形状的绿色的果。我这个里面是炸饭团，它这上面我刚以为是炸鸡，结果它是炸饭团，然后脆脆的，很好吃。吃看看，好吃，好吃。饭脆脆的，有点像你喜欢吃的那种锅巴感，我觉得都很好吃哎。它主要就是蛋跟炸饭团。这个是 salmon cream cheese， 鲑鱼奶油跟起司。
但是我没有吃到鲑鱼啊，旁边那个吗？哦有啊，鲑鱼在这边啊，包的比较边边。我们拿到一个桃太郎的秘密，然后妞妞刚刚差点把它飞出去，刚刚差点拿不到，它跑到后面了，然后被东西夹住，还好把它救回来。对，它这是一个蛋的寿司，跟一个这是汉堡肉吗？嗯。然后这是豆皮寿司，就是桃太郎那个刚刚那个桃子里面的东西。好饱哦，刚刚点了一个桃太郎，非吃不可。它这个好像是汉堡肉，我们吃看看。嗯。那边拿它那个。我应该拿淘汰了，你只是三个，这个是汉堡肉，不是玩，太饱了。我们要玩游戏，是的，哎，怎么这样？日本也是五盘游的游戏哦，这是不一样的耶，小飞机射击游戏跟台湾的不太一样的哦。耶，会不会射中呢？射中那个猫咪。这样，怎么中？中啊！被挡住了，可恶啊！你竟然挡住我的东西！猫咪伤心，猫咪伤心，猫咪想要给我得到。来，我们再来换妞妞。好，竞走，赛跑，对，赛跑。喂！所以我们是淘汰狼还是那个人？什么人走？我们是这个吗？所以我们是淘汰狼，我们要赢才行。那他作弊，过分，打坏坏了，你这个坏坏已经坏了两次，换我了。台湾的话是第三轮就会中奖，看一看捞金鱼有没有中奖呢？可爱。对啊，日本的是不一样的画面的。中，哦，阿达利。之类的，不会吧，全没耶，我没有办法再吃五盘了，我没有办法让大家看看扭蛋里面是什么，那可能就是请大家下一次来的时候如果有来吃再自己来揭晓扭蛋里面是什么东西。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哦，里面是鬼灭啦，鬼灭的周边啦，看到一有，还有什么呢？看看一下旁边，哦，所以这现在是鬼灭的系列就对了。好吧，喜欢鬼面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自己来抽抽看哦，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吃五盘了。台湾通常是三轮就一个吧，为什么这边三轮都没有一个？好像是五轮一个，是吗？没有吧，怎么坑？原来苦拉苏西这么坑，我不知道，我记得三轮呢，欸，好吧，那这是今天的影片啦，啊，如果想看影片记得帮忙好饱，好饱哦！我们最后再拍一下那个环境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我们没有做到那个包厢的，我们可以去拍门给大家看。你看哦，它这边有一个露台，可以看到外面，非常的美，夜景。然后它这边是完全各式的，非常的有隐私哎，欸，它并没有比较多人啊，它是这样子的，一样六个人，但是它这边比较酷，就是有做一个这个屏风，感觉非常的有隐私，可能我们就刚好没有人到这个位置吧，不然这真的很有 feel 哎。好啦，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了多少钱。4673要1000多，跟台湾吃起来差不多啦。看那一票 ，more。好啦，那我们走吧。他还有告诉你要拿着这个票自己结账的，我们去看一下怎么自己结账。吃完了，我们在这边直接吃鸡。如果有乐天点数可以使用，那我可以使用，先用200好了，然后它马上就可以便宜了，然后可以 credit card， 它有各种结账的方式，然后还可以现金，这边有那个投币的，那我就是要用卡片的话，就是这里，然后我的发票就出来了，两张，就是这样子的，这边很漂亮，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做 Crave 的吧台，非常的美，看吧，怎么可能不玩扭蛋？
件哦。有啊，我有放回去啊。好，来开始点吧。啊，这个塔拉锅怎么掉？是掉地了，掉到板子上。我都看到碰到手机上了，好恶心哦。